return to your mind.甩下你的头了吧！伸出你的金属手势，跟我起来 ！Ride, rid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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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ide.快乐起来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嘿，随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一起飞，嘿嘿。西北的朋友们，想再造一点吗？想再逼歪一点吗？那就抛过起来好吧。下首歌《完美世界》。我叫一二三四，咱们就动起来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前边的、后边的、中间的。对，动起来好吗？跑过去了，一二三四，打！
谁能告诉我上天堂，有谁能够对我下地再来一老哥，不能离苦的了。没人能告诉我上天堂，没人能够对我下地管我掌握在生命的出路。大点的模子怎么样？白玉老哥，我让你离苦得乐，不是你的主人。帮我掌握，才能让你离苦得乐，才是你的主人。贝斯好像没声了，让他调试一下。正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好吗？你看我们的吉他手冯超就蹲下了，我也希望你们能蹲下来，好吗？跟我一起来，好吗？来蹲下来，玩一个游戏，就是一个游戏而已。看看西北的这个动作有多脏啊！来，后面的朋友，不管你是听金属的还是一个听民谣的，咱们玩一个游戏，蹲下来，蹲下来。然后，当我唱到那个一起 pogo 的时候，咱们就站起来，就跳起来，就 pogo 起来，怎么样？我唱什么来着？我唱什么来着？OK， 我唱别的时候别动啊，就是唱一起破歌的时候咱们就造起来。我们要吃掉那些衣服羞辱的碗，要吃掉那些那些的心的碗，要吃掉那些衣服羞辱的碗，要吃掉那些那些傻逼的碗，要吃掉刀子里腐朽的碗，要吃掉；就是那些任性的碗，要吃掉；刀子里傻逼的碗，要吃掉。你们好吗？一切报告掉！刀子里腐朽的碗，要吃掉；就是那些任性的碗，要吃掉；刀子里腐朽的碗，要吃掉；就是那些任性的碗，要吃掉；刀子里腐朽的碗，要吃掉；就是那些任性的碗，要吃掉。碗要吃掉，你们那些傻逼的碗要吃掉，吃掉，吃掉。脑子里那些不朽的碗要吃掉，吃掉。不是那些烈性的碗要。舞台好吗？吉吉的右手告诉我刚才非常好。好，我看看所有人的手，右手。这个场面也不错，其实跟着我们音乐一起来，跟我一起来啊！左，右。
首歌唱的好，完美世界四个字啊，我比一二三四所有的人给我唱一下好吧，让这个金属也有个大合唱，完美世界啊，完美世界，更 BY 的现场可以吧，下边的朋友有男孩看见旁边人有漂亮姑娘的，现在有机会了，咱们肩并着肩搭着旁边的人的肩手，这样听着我们音乐一起响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就什么那叫 headbanger 是吧，甩起你的头，对，就中间那些朋友那样，看见旁边有美女了吗，赶紧的，我都看到好多美女，对，昨天就来了，看见银川的美女太多了。哎，这边朋友们打起来，打着旁边妞的肩膀。音乐响起的时候，那个镜头给观众啊，非常牛逼。下一首歌 ，Keep on fighting。
的金属里。黄涛这边的观众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。对，那个女孩那样跳，跳起来好吗？跟着音乐一起来。马凯这边的观众，给这个小鲜肉一点面子，咱们音乐响起的时候一起跳起来好吗？原地跳起来。对，那个穿白衣服的哥们，对，红衣服那个，对。还有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最燥，你们得跳起来好吗？对，一起跳起来，准备好跳的再高一点吧。我说一起来，一二三四，跳跳跳跳，我要听你们声音。
学士。既然是金属的现场，不能少了 Circle P。 知道什么叫 Circle P 吗？就是转一个圈，让它跑得快一点。不要手拉着手，手拉着手是小心情感的事儿，我们是金属好吗？转一个圈，中间转起来，咱们顺时针转一个圈吧，让速度跑起来。大一点，太小了，转起来。速度再快一点，准备好吧，速度起来吧，一二三四五，听着你们的声音好吗？来来来，我想看了一个再大一点的圈，刚才那圈有点小，这个叫 Circle P， 就是转一个圈跑起来，来转起来吧，这不是搞后面的人，转起来。对，咱们先把那个空地空出来，然后边缘的人就转起来。我要一个圆，是一个圈，一个圆，一个圆圈。太紧了，这个圈，你们画画画的不太好，来转起来。来，顺时针走起来，顺时针，顺时针，这是逆时针。你们不但画画画得不好，连方向也不知道吗？这样这样，对，顺时针，这也是逆时针，好吧？来吧，转起来。Thank you.
全年的歌准备好了吗？不全年的灵魂的关系存在的责任，起来起来起来吧，匹夫，起来起来，你是中国人，起来起来起来吧，匹夫，起来起来，你是中国人。也造了五首了，咱们唱点有点旋律的。然后下边两首歌是本来五月份这边发行的专辑，后来那个说我们那歌词不太健康，有三首，所以一直等到现在那个版号终于下来了。然后可能应该是在八月份吧，我们的新专辑就会面世。然后希望今天有点喜欢我们的观众到时候可以听一下，都不用买，你就听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当然买是最好的。然后下一首歌就是这张专辑里边的一首歌，叫新的家，新
我能看看你们热情的双手吗？吉他手黄涛，黄涛，穿白衣服那个，我们的小鲜肉吉他手马凯。贝斯手韩天，我们的幕后的鼓手球球，新的家，激情也难了遥远的地方，令人向往。谢谢大家，没有你们谁也牛逼不起来，对吧？得唱两首有旋律的吧，别一直造好吗？一会儿这个其实也能造，这个是我们的新歌《暗流》。然后我们的韩天来发表点讲话。那个这歌特别好听，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，反正点击率已经超百万了，好像千万还是百万了，不是超一亿。这是我们新专辑的同名歌曲，叫《暗流》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。
跟我们一起涌动起来。像一个大地崩塌了，然后洪水蔓延，人们慢慢在遗忘，人们
我们真的不牛逼，这个年代是民谣和小清新的年代，但是下面有很多你们的这个，所以今天让我们的现场还是说得过去，对吗？不是说得过去，是非常的 BY。 然后下一首歌是一首老歌，叫《陌路》，会唱的话给我一唱，不会唱就好好听一下。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吉他手马凯，贝斯手韩天，吉他手黄超，鼓手球球，我是主唱胡峰。我早已明白之后就走到已经嫁入夜场11年的吉他手黄涛旁边。谢谢你们今天。
没办法，为了让金属乐队能登上这么大的舞台，我只能写一首比较柔的歌，但是好像这首歌很多朋友还挺喜欢的。下一首歌给下边所有的兄弟姐妹，兄弟给大家。消磨着心。